笑，大仙不闹。摸不来。他玩中路射手，我想孙策辅助。兄弟们，行不行？他们会不会认为 我在搞？盘开的好，应该是没啥毛病的。自由是最热烈的远行。完了，出事了！就想抢一下，把自己抢进去了。我应该扔个船，我就走了。哎，我伤害也猛，我二技能都是控，一技能也是控，大招也是控。我真觉得孙策打辅助没什么毛病。也不需要我干活，好爽，我就跟着混，我就跟着开船。必须的嘛！想去哪？哦，他自己下车，带军他走。哎。好玩，这我不比孙膑带着他们转线快多了，是不是？孙膑转线也有快吗？我带着我们射手开船三路刷，你怕不怕？喂，这波有点憨。怎么打输了？白起挡着，冲进去，那个直接孙膑一个大刀隔在外面，再开一干扰，我就打不过呀。我们赢了，虎牙688每晚7:30，咱们不见不散。